今天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你现场的这个绝活是什么呀？射门。射门啊？嗯。精准度。嗯。嗯，给我们说说你之前都获得过什么样的奖项啊？就是国际青少年足球联赛一次冠军和两次亚军。国际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冠军呢？啊，这哪年的事儿啊？2015年。哦。明日之星，你好，将来的这个足球方面有没有自己的梦想？是什么？成为梅西。成为梅西，指日可待。我特别看好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再大点声，让所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住你的名字。有可能这个名字就是未来中国足球的希望，好不好？再大点声，告诉大家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的名字是宋佳一。接下来我们就现场通过道具，好，通过道具检验一下，也见识一下你这个特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工作人员，道具请了。我们这个球门呢，已经就在这里了哈，小佳怡也已经就位了，为他指认一个。6号。6号。